4月26日，媒体 Wanna Music Japan 和 K-pop Parade 更新了 TWICE 在东京巨蛋40巡演唱会表演的更多舞台照片。在东京巨蛋 TWICE 4th World Tour 期间，全员穿着这些红色舞台服装，看起来都很棒。TWICE 他们真的翻起来非常的漂亮啊，在舞台上面，大家欣赏一下吧。